省通背拳。通背拳以它特有的风格独树一帜，成为我国舞台上久负盛名、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并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传统拳术。辽宁省的通背拳大约20年代初由河北省固安县人修建池首先传入，先在大连教授，后逐渐发展到沈阳、鞍山、营口等地。修建池在通背拳单抄单练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博采众家之长，不断创新和丰富通背拳的内容，使其理论技术趋于系统化，为通背拳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一代通背大师。我们从基本功开始，较为系统地完成了基本功套路录像工作。六路站桩是通背拳的基本功，是基本动作的基础，由六组动作组成。下面表演的是乾坤桩，单背向前，向后摇环，腰带交叉轮劈，劈罗活挑，左右转环掌，双背合肘向内咬环，即叫浮云起落。咬环即叫指焰操水，周天桩也叫摸一式，即腰许回环，要求两背轮劈快速有力，拍击小腿外侧。直舞桩是穿掌、中拳两个动作组成，穿掌要求穿出时背内旋，向前探背胸肩，掌与头高，五行桩是由摔、拍、穿、劈、钻五个基本掌法组成。现在表演的是拍掌，劈掌，穿掌，即中拳，中和桩是击击方法之母，双手前伸，上手为阳掌，下手为扶掌，
到吊带，身尖是通背拳之母。拳语说，双肩舒腕，通背经，神出鬼入，妙无穷。若能悟觉七中理，化若为强，展其能。现在表演的是六路行装，他表演的是六路行装的大鹏展翼。拳语说，站桩六路是基础，行桩六路是法拳。六路行桩是通背拳基本动作的组合练习，主要有五种基本掌法，结合手法、眼法、身法、步法组成的六个小套路。现在表演的是锦州市王永发猿猴锄动。拳语说，大鹏展翼乾坤变，势如霹雷震动山，猿猴入洞巧灵活，猿猴出洞似剑穿，齐星化机三世旋，一字连击不间断，十二连珠即是电，一动一静理当先。现在表演的是猿猴入洞，是十三种劈三方法。拳语说，乾坤状乃劈三之基础，由乾坤状变化出十三种劈三：正劈三、散展劈三、弹展劈三、转环劈三、群舵劈三、虎挑劈三、
严守劈三。反劈三即连环反劈。劈罗合挑。劈摔，劈里长花，表演的是通背拳，由鞍山寺傅魁武表演。他是修老先生的学生，傅洪德之子。修建池在六路站桩和六路行桩的基础上，创编了通背掌、通背拳、通背弓、大连环、小连环、圆棚骑士、通背刀等套路，一直流传至今。现在表演的就是通背拳。是通背掌，由鞍山市傅魁武表演。是杜文启表演，他由修老先生的学生方连德所传授。同背弓由大连市侯培忠表演，他由修老先生的学生王宝军所传授。
龙骑士由锦州市王永发表演，他由邱老先生的学生林道生所传授。由大连市李明艳表演。辽宁省通背拳在继承修建池传统套路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不断实践，有所发展和创新，出现了风格各异的大小架流派，创编了一些套路，如圆棚36首、54肘、6绝18掌等。现在表演的就是圆棚36首。它的动作特点是姿势较小，那是36首，由沈阳市刘义春表演，他由秀老先生的学生王嘉义传授。辽宁省现行流行的通背拳，即5行通背，基本上是修建池传授下来的。我们从基本功开始，较为系统的完成了基本功套路的录像工作。54首，由大连刘仁忠表演。拳是由鞍山武术代表队惊鸿表演，他由修老先生的学生傅洪德所传授。惊鸿同志曾代表辽宁省参加了1983年全国武术观摩表演大会，获得了优秀表演奖。他的动作特点是动作大开密合，事事相连，放长击远，击拍响亮，气势完整，一气呵成。
拳由鞍山市王桂清表演。绝十八掌由大连市徐树平表演。这个套路是在六绝掌的基础上创编的。拳由沈阳体育学院赵秋菊表演，他是由薛义恒老师教授。刀是在通背拳法的基础上结合刀的撩、挑、劈、挂、活、赤、剁、少、崩等刀法组成的套路练习。其中通背刀区别于其他刀法的显著特点是套路中没有缠头裹脑。现在表演的是鞍山寺傅魁舞。刀由大连市尹旭宝表演，他是修老先生的学生王宝军所传授。通背枪基本枪法练习，大圈枪、
小千枪。半千枪。捉拿灯披枪怀抱琵琶女抱瓶赤蛇踏地普辽枪磨旗枪横扫千斤残毡千枪以上是我们介绍的十二种基本枪法的练习表演的是通背十二杆子是通背大杆子十二个单抄方法的练习由大连市林道生和他的学生表演山河炮是两人基本动作组合对练可以单练也可以合练是由大连王连元传授表演的是大连市王连元同志他今年60岁他表演的是通背拳的基本动作伸肩原地伸肩上步活步伸肩左右拍掌摔掌
原地上步，左右摔掌。左右穿掌，上步劈簪，左右中拳，表演的是大连市顾文山同志，今年64岁，他是已故刘文全老师的学生，他表演的是通背单个动作的组合练习。现在表演的是五行腿，由大连市张云散老师表演，他今年59岁。现在表演的是小连环，由大连市林道生老师表演，他是修老先生的晚期学生之一，今年54岁。表演的是大连武术老拳师刘伯阳，刘师傅今年77岁，是修老早期学生之一，精通长拳、通背拳。为了表示对武术挖掌工作的支持，带病表演了几个动作。现在表演的是劈三炮，由沈阳体育学院武术讲师薛一恒老师表演。薛老师今年70岁，是修老学生。精通通背拳、通背刀、通背枪，终生为培养武术事业接班人战斗在教育战线上。大连市林道生表演袁鹏骑士，
莲市林道生表演小连环。林道生表演云流棍。林道生表演通背刀。